目睭看无，我唔知影这是倒位的。拜托恁紧来。姐，好好困哦。我无想要你来参加我的训练，插我的吧。只好乎你一个病院加倒一几工哦。安乐，看我，我叫你看我，我问你，你目睭敢恢复啊？赶紧承认，你即摆目睭已经看有啊，好不好？我看无啊，我真正拢看无啊。主宰，主宰，我对我负责，伊来抓我。你看啦，你看啦，你早承认就无遮一大堆代志啊！你看你即摆要面对什么款的后果？客，你怎知影？安乐目睭恢复啊？我是拄只才知影的啦，我本来嘛想要讲出来，啊，不过安乐，伊死来威胁我，叫我袂当讲，我只好替继续暗砍啊。我无想讲哦，真相出来了，竟然是这么严重的代志，啊，大家即摆是要怎收煞啦？安乐气前婚纱的时阵啊。我都有注意到，啊，不过我不是非常的确定。啊，这声好啊，真相大白啦。主宰，你家己决定，看我要带安乐无？伊当然爱带我。主宰，即摆对你已经无任何责任啦，你袂当安尼要求伊啊。你紧紧，拜托，你紧紧来认错，紧认错啦！你即摆赶紧回头，你才袂失去伊啦。我自细汉就喜欢你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啊，你应该知影吧？我只是被人逼到无法度啊，才用手段。我无认为我有做什么代志是唔对的。你害家人出车祸，两个人险险死在车顶。你先莫跟我讲，你无做唔对。出车祸的时阵，我嘛伫咧车顶啊，我嘛是用命甲伊赔啊，这真公平吧？你根本都唔知影，伊对我造成什么，什么款无法度弥补的伤害。安乐，唔管家里安怎害你伤心。害你对我失望，我袂当安尼做。若是两个人出什么意外，我一点仔失去两个重要的人，我是要怎面对？两个，你讲两个重要的人，你不是讲你把张嘉玲放下，你搁讲你无骗我，你就是咧骗我。